6月6日，德云社进行了龙字科招生的答谢直播。这场直播不仅是龙字科招生的收官标志，更是最近一次性聚齐德云社多位演员的一次大活动。直播的过程比得上一台节目。说学逗唱的哥哥我正在为大家制作这次大直播的精彩合集。今天先请大家先睹为快，跟随直播之前朱鹤松的步伐走进后台，看看上场之前大伙都在干什么。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。来，他们说没有声音。没有声音吗？你们听不到我说话吗？来，好，咱们左右，咱们先来这边看看，这边有哪些老师在这个后面化妆间里面。老师们，你们好。你好，朋友们，请看，这是我的伙伴，他叫靳鹤兰。你好，有没有声音？没有声音吗？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。丧酒席，吃完饭再走啊？不敢餐啊？慢餐呢？这是郭霄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一个非常幽默的相声演员，这么严肃是吧？那我要什么？一天天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后台，因为他们我们都已经化完妆了，我们下午来的比较早，然后化完妆以后，他们就吃了一个特别热闹的饭，对，多阴的饭啊，对，跟我们没关系，别忘了我们前腿，这跟我们没关系啊，这饭不是我们的，对，这是我们就是，对，从这儿到这儿，这是我们的餐，然后这种你看，看就是这种，对，这是人家公司，这是员工餐，工作的餐，对，员工餐，对，里边之前有三个大汉堡，然后呢被他们吃掉了，对。我们用各种方式想把这三个汉堡换过来，他们没有同意。所以说这个屋里他们都在做了些什么呢？就是来这儿化了一个妆，然后化完一个妆，他们就在这儿吃饭，吃完饭然后就在这里紧张的闲聊，就是这样子。来，他吃了一个铜锣烧，这叫好利索，对，他拿这里当铜锣湾了。好，咱们拿这里当机器猫了。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也没有，不怎么神调啥的吗？哎呀，好，那咱们去下一个屋看看，下一个屋里面他们在干什么。朱老师，再见，辛苦了，朱 MC， 拜拜。坏了，朋友们，请猜这个屋里面有谁？是不是隐藏在黑暗之中，你们看不见？说出你们最想见的名字，说出，打出来，看看有打的吗？好，来，再进行一次敲门。赶紧出去！他们不让我进去。哎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干嘛？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可爱的童星，杨鹤通老师，张九泰老师，大家好，二哥，哎，蛋挞，蛋挞。蛋挞干嘛？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哦。哦，喝酒喝啦！大美丽，还有，一带酒儿。还有隐藏在何九华后面的小可爱，尚小菊。他是大美丽。阿旭，还有就是老秦，老秦正在化妆。来，老秦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。Hello， 好，祝愿朋友们身体健康。啊，您是个导航啊？哎，我是导航，我是导航。哎，啊，他们这屋跟刚才那个屋也是差不多，看看他们这屋吃的什么。关键，那我先。我这麦当劳呢？这不得肯德基？你这叫 KFC， 他们这屋里有。这叫肯德基。广告打不对，就是比我们那屋里强。我们那屋里都是各种汤，都是各种比较养生的东西。你看他们这屋里还有这个，这给杨主任用的，这是何九华最爱的一个，这个像没人管的呀。这样啊，管乐，放这里。好，您介绍介绍。向我们聊聊什么吗？对，啊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出去。我们多么的简单粗暴，他们让我们有的聊啊，我们有什么聊的？嗯。出去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这种包袱是不是特别的单调？
哟，坏了，被巨匠笑话了。嗯，是不是像二哥一样的包袱？二哥啊。好，你有什么权利笑话？挺好的，我认为可以了，我认为可以了，因为我们要吃饭。对，这个差不多。你吃饭？秦老师吃饭了吗？没。你怎么还没吃饭？化妆。哎，化了两个小时了吧？哥们儿，你干啥去了？好，咱们还在紧张的化妆。七点。这你不是你是你干嘛？七点。就是。七点。七点。七点。谁的号？我师傅。我七点。我师傅。啊。我七点。七点开始，现在开始直播怎么？这是一个番外篇，好像是预热，预热番外篇，让看各位老师看看杨通老师吃了多少鸡肉卷，都是他吃的。打我进来他就已经吃了两个鸡肉卷了，真是有点咸，这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行，你放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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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按人头来的，是不是？一人一杯，这屋里东西不让你做，不是，我是拿着这个，没有富裕，没有富裕，没有富裕，一点富裕都没有，这没有管，我出去给你找管，甭管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拿管找，不用管。这我们得坐这儿坚持到七点吗？对呀，就是在这跟朋友们聊到七点。啊，就预热到七点。对，坐到这儿，坐着咱一块聊，看看时间不？哟，坏了，导航走了。来，来，要出来我们就出来了。其实我想出来的时候，我想拿一个可乐出来。我还给你剩一口。我不吃了吧。其实我也特别想吃一个老北京鸡肉卷，所以说一会儿他们肯定化完妆以后。他们肯定有人不吃，可能会有剩下的，所以说我再去那个屋里再去拿。来，来到这个屋里头，谁？谁？谁谁啊？哎，出去吃。好，出去。好。哎，这有朱先生。他们也是请我出去，所以每个屋的状态都是一样的。来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好，原来这，原来不是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使相声的，对对对，给人使相声的。著名相声演员杨九郎老师，哎，这是那个巨匠的粉丝，哎，我也是你的粉丝。来来来，镜头，这是杨可通老师，哎，大家好。来，镜头拉近。等会儿这还有一位，这儿有一位，最后再闪亮。全跑，谁呀？Hello, 我在化妆，我在化妆。哎，变哥在化妆，我在化妆。好，来，各位主要介绍一下。N Dragon， 哎，我就是 N Dragon。谁 ？N Dragon， 那 Dragon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N Dragon， 哎。这真不错，这怎么了？你什么任务？你今天你是？我这就是预热一下，有什么想跟朋友们说的？今天晚上不是师傅的六月六抖音答谢会吗？看舞秀咱们地儿啊？对，舞秀节就是。没这节，那怎么办啊？没这节，喝酒了没？又该愣惯了。对啊，所以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能跟我们说的？说一会儿见吧。咱们七点钟见，现在几点？现在不到六点。现在还现在五点四十分钟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呢。那我有饭，我都有饭。那我有，我们那会也有。对，接下来现在拍得上我吗？哦，别再说我李庄黑了啊！别再说李庄黑了呗。又开始，又开始，都在说这些。仲裁，凉了。今儿不能嘴馋了，对吧？对。您化多长时间了吧？我化了一会儿。你不是来了？啊，你也。哎，我刚来。我刚才您在楼下就吃，楼上又吃。你打个点儿啊，你出去。不是，一直在吃。楼下刚吃啊。哎，是吃到 action。你唠呢？你唠呢？一会儿今晚上我就来那个。你给我呢？这玩意儿是跟咱们家彩虹桥来，太棒了！咱们今晚上去彩虹桥。交我了，甭管了，甭管了。来吧，杨老师，您怎么到哪个屋里？你拿东西他们都不拦你，他怕他们吃不了。那为什么？那为什么我拿什么他们都不让我拿呢？别说今儿的昨儿，昨儿在天桥，他在天桥演，我在天桥演。人晚饭特意赶到三泉园去吃的，没了。谁呀？这什么呀？他带咱们队吃东西，还带了吗？还带仨呢。
带着谁啊？带着高宝贝、老龙、还有这个。我您队长不在，那吃这。您这不行啊！行，您注意点那个。打针了吗？吃药。拿药顶着呢。来办公得了。还行。是不是？我知道这，我一吃，我这一袋都不行。也散了吗，师傅？也散了，也没散了。楼上还有谁啊？还有九零，九零没进来，今儿不来。哦，九零，九零有工作。哦哦，那楼上还有，还没了？还有房间吗？没有了。哦，没有房间，确实还有。没有了。好，没有了。啊，那屋就楼下了。啊，楼下谁在楼？学生在楼下。对，他们在小西他们在楼下。他们在右楼。对，楼下两个屋。对。嗯。他们都在紧张的化妆之中。还有水房，还有水房。嗯，那咱们就不看看水房了，好不好？韩其实你也是第一次来吧？我大了，我没那么熟悉。看着怎么尬聊？我觉得他像尬聊。你看，我上次在三里屯，我尬聊了三个小时，其中还有四十分钟我在台上，然后我让九龙老师帮我直播，他一直就拿一副板在那放，让朋友们看了四十分钟快板，看了怎么讲话。对。我说是吧？没什么来说，没什么。好，那咱们让各位老师继续化妆，咱们也甭尬聊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我还得化妆。不回去了是吗？啊，我这吃完了他就走了。吃完再走。我这屋吃完了，然后再去那屋。是吗？您怕点点儿，一会儿咱七点正摊儿就说话了。哦。我觉得你一会儿他们七点直播的时候，我再去那屋把那麦当劳给拿走，好不好？还有麦当劳呢。啊，我里好多麦当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不让我拿。好，走了，走。拜拜大南，杨老师，你手机。杨老师，我给你拿着了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，朋友们？这是什么？我竟然在道路上拿了一个汉堡包。来看看窗外的美景，美如画，盖世无双，盖世无双。我走这儿。什么也不拿，是什么的？我什么也不拿，您怎么有？是不是？从哪儿来的？什么呀？汉堡王！来，别！他比咱这高级。我们这高级，你看到吗？你是不是？你这是从哪儿要的？是也不给你。我哪儿要的？不是你们这屋，外边随便拿。不吃了，谁给你的？我有麦当劳呢。我不吃了。啊，不吃，这是给你爹的。我的。要这么分吗？收我不能，他们都一会儿跟我师傅去直播去，我就拿着这一手机跟着这大院里溜俩小时。好，再见。又幽默了，又嘲笑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回家了。哎，我把那个汉堡王放这儿吧。好，放这儿吧。这是我自己拿下来的。你自己买的呀？这是我自己拿下来的。拿下来，人说让你给我干。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你看咱多大了，咱不吃了，赶紧走，一会儿就大了。一会儿他们就变了。来，一会儿和谈不明。拜。好，最后回到我们这间屋子，我们这间屋子欢乐还是比较多的。看我们这一个屋里，虽说没有什么吃的，但是很开心，是不是？您怎么又上这儿来了？你告诉我，这不要麦当劳，也不是麦当劳，你说什么？麦当劳都是。您来这个呀？没有，那个是他的。您看这多地道啊，这个。这人太地道。这真是路易斯的妹妹。够意思。您来这个呀？是不是？哎。您喝什么呀？我不喝，喝水。真的？哎，这个袋子呀，咱们要叠起来，是不是？不要随便扔，买个菜呀什么的还能带着。这就是你预判吗？哎，这就叫环保到位，好不好？预判，对，还得吃人到位，这得带回家。明天早晨买菜的时候啊，我准备带着。哎，你要没有怎么办？哦，如果到明天早晨我不买菜，好不好？因为起不来。好，咱们抖音预热，我看热不热，看看。热，太热了。哦，太热了。现在直播呢。
对对对对，直播呢，哪回没说话？差点骂人了啊！哪回没瞎说话？我一直以为是录一个小视频，然后截一小片段发出去的。对对对对，张老师又，朱老师又幽默了，不让幽默是不是？人问大华呢，大华在那屋呢吗？大华啊。没有，我们正在讲小笑话。对他们就在说沙西瓜笑话，正在讲了沙西瓜。对，再讲一个什么小笑话？哎，就是所有的演员，几乎大伙儿都已经见到了，都在紧张的忙碌当中。来，可以照一照大褂，这没有什么秘密，应该。哎，大伙儿可以猜一猜，今天这都是谁的大褂？没人知道。来，我可以揭秘一下，这个是上酒席的，是上酒席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靳老师的。然后这是郭晓汉的，然后别的老师的大褂陆陆续续都被拿走了，然后都抱走了，都抱走了啊，对，都已经抱走了，去熨烫一下。所以说七点的时候我们会准时直播，然后咱们直播间里不见。桃李芳菲，梨花娇，怎比我枝头春意恼？少